我那个忘了，我买的东西太多了，来，上吧上面，来手起来，哎，啥东西啊？哎，别摔了，啥呀？来。
西红柿鸡蛋呀，那今天没有做西红柿鸡蛋怎么办呀？吃这个吧，今天将就一顿吧，行吗？行不行啊？这边有肉吗？给你放点肉。还有这个你最喜欢吃的熏肝，上次不是说特别好吃吗？是不是啊？我再去给你煎上一条，煎上一个火腿肠那个肉去，行不行？来，啊，给你先吃着，我去给你煎一个去吧，我买着。来，这肉，谢谢，客气。等一会儿先别吃啊，很烫的。今天晚上要吃剩饭。还要吃电蒸锅。还要吃电蒸锅啊？因为我煎你电蒸锅。可以。等一会儿，一会儿烫烫烫，等一会儿。好，小心小心啊，吹吹。好。你咋了？痒。哪痒啊？你看你皮肤那么不好。那赶紧吃吧。他们炒豆炒的。啊？他们炒豆炒的。炒豆炒的。时间还是炒的。我炒味儿。他们吃吗？全部包完了，把它放在一边里面。炒豆炒的。时间还是炒的。我炒味儿。他们吃吗？他们吃。还有两分钟吗？这是你的。那是我的。你吃的时候，你都能闻出来什么馅儿的？我不是闻的。什么是闻？猜的。闻的。猜的。猜的是茴香啊。对了，别说白菜馅的，它都是好吃。那也行，我爱吃的。俺姐这个不吃茴香，你爸。你姐不吃茴香啊？不是不吃芹菜呀、啊？不吃芹菜，不吃芽菜，不吃香菜。他不吃的东西还挺多。这个乱七八糟，这个他都不吃。他说他吃茴，他自己要的吃什么馅嘞？韭菜、白菜，这个他都吃。茴香是要吃不吃？应该是不吃。茴香那时候也有味儿。他不吃芹菜馅的。你不累啊？你是不累？我家还累坏了。我累。你都没走路，你还累呢。好
别扣了。什么说好的呀？不是说好的没去买衣服的吗？那在网上买，现在现实中没有。端板凳吧，吃饭了。来，先喝口水，润润喉，润润嗓子。好，吃饭。我给你把这搅拌，以后就凉得快了。别在桌子上放啊，可以不端板凳放到这个盘子里面啊，不可以在桌子上。吃一个能吃饱吗？不能啊。吃两个，再吃个鸡蛋，再吃点水果。我爱吃这个饼。你吃火龙果吗？给你弄一口。真棒，又有蔬菜又有水果又有鸡蛋，对不对？营养丰富，还有苹果还有玉米。好了，开鸡蛋，鸡蛋有点疼。你好好说话，都听不懂你说啥。我说你吃那么大口就拉丝啊？吃那么大口还拉丝啊？那里面是胡萝卜丝。慢点吃啊。啊，行，喝一口鸡蛋羹。不是你弄的吗？不是。那是谁弄的呀？等会儿把这帽子弄好，扣子系好，别动。扣子系好，在学校里要是热，就把这个马甲让老师给你脱了啊。把书包背上吧，自己可以吗？我给他都说你很大。行好，给你拿一个。等一下，我给你去拿。没事，我自己能打开。你自己可以吗？